这个刚才讲了这个温度的设定，然后这个清洗泵可以工作，单独清洗一个设备的时候可以工作，可以设定在这个泵清洗几秒，把它设定成两秒吧，确定。然后清洗泵打开，1210，自动关闭了泵，210，这地方这就显示绿的了，到时间自动就停了。